回家的时候，会家食材，台中三月会，那种鸟地方你们都去，好危险，好可怕。结果呢，我非常感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名字取得好，司马库斯，离上帝最近的家乡。而且他还讲，这个是黑暗部落。结果我就跟我弟弟讲，我说。
真的，这个天上这个蓝天拍起来就很美啊，这个蓝天太美了吧，超级美。我会抛在网络上，一二三，好，再来一个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哈哈哈，你还是脱鞋子好了啦。脱鞋子。哇，好棒，太棒了，你们好。
没有几只小猫。我们水路也没有几只小猫，来看我，来，待会儿哈，待会儿我们要不分彼我了哈，所以要互相的支援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点挑战性，所有的团队里面我们是最有挑战性的，但是交往之后呢，开始相思了，啊，这边种了相思树，这个相思树啊，很奇怪，他知道蔡英文会上。回到大自然嘛，回归自然。好，我们要往这边走。哇，耶耶！好，往前直走，慢慢走。到了河边了，不要脱鞋子啊！我们要往左边走，我们要往上游的方向走。对，要往上游。你要等我们，我们合照。哎呀，你光这一关就要爷爷来抱你了，啊，这个不对的，我跟你准备自己走路了。嗨，耶，对，他是向导。嗨，对，往前走，石油，石油，好，我知道。耶、yeah, ，好，我们往河里边走了。好，我们这边来个合照哈，我们等后边的人来。日本人啊，在1943到1945年的时候，那台湾现在不是这个样啊，台湾这个鸟样已经不行了。以前我们水路比较少，看我，看我，哇，羡慕！他们没有后悔，他们很喜欢。我们这边凉快呀。露营啊，待会你们要欣赏我们怎么非常漂亮的队伍。好，慢慢的哈，小朋友的手要握好哦。
这个小 case 下一段很猛的水哦。来，这里往我这边，往我这个方向。3, yeah! OK, 好，往这边走。不要钻，等一下还要过水。这边，上面。哇，这两个，耶，是啊，哇，这个看到蓝天都很美，看到蓝天就美。对，石头那边过去。哇，你们很棒，妹妹很棒，啊，漂亮啊！这个怎么样，阿公背了呢？下来走路，不要给阿公背。好，很漂亮啊，随便拍都美啊，很漂亮。来，看我。耶，好，可以，好，上去。耶，OK， 很漂亮哎，那个背景好美。好，前面那个要过岩盘的，看我一下，来，全部一起看我。喂，看我，1、2、3，耶 ，OK， 好。很漂亮，非常的漂亮。耶。后方的回头看我一下，后面的后面的，哎，全部看我，耶！是呀，好，可以。
那个鱼啊还会咬你的脚。好，这位勇士的协助让大家安全过关。大家互相支援都过关了，只要互相支援就简单了。你看看这个多么完美的 ending， 你看看，你们很厉害，互相支援，攀岩。没有问题，哇，这个属猴的，哇哇，牛比猴子还厉害。
水啊！靠右，人家就下不来了。耶、来来来，跟导游打招呼。耶、好，好好。哎呦，哦，这个叫垃圾啊！孩子来讲也会壮壮哦，所以他是美女勇士汤。好，我们还有一个水果，那个水果是街上买的，就没有故事了哈。祝大家用餐愉快。那我们刚刚来，刚刚才来的是三桌的朋友，你们待会吃饱饭之后，我们到外边穿上我们德鲁古的服装，然后我们下午再进行你们的活动，好不好？我们的行程哈。有水路跟陆路，看你们要走水路还是陆路。今天天气还蛮温暖的，可以走的水路哈，你们这次尝试体验一下。啊，这个马上摆 pose。好，你们的影片哈，今天晚上去 YouTube 搜寻2020-1122，然后写上你们团队的名称就找到了哈。你们团队的名称是三月会哈。你们就打台中市台山约会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那个好吃好喝姐妹团来台中市三